行程都有一个拖行李箱。最近吗？就是前面。啊，那时候问我爸垃圾车什么时候来，应该是只是问而已的。啊，他是什么时候问？跟你问的那个人是什么时候问？最后一次礼拜天。跟就是死者就是弟弟的互动比较多，因为他的一些状况其实不是说很好，所以之前也有给他一些这个关怀或是慰问，所以彼此是有认识的，有互动的。那哥哥的部分就比较不是那么熟悉。拖行李箱，最近吗？就是前面，他那时候问我爸垃圾车什么时候来，应该是只是问而已的。啊，他是什么时候问？跟你问的那个人是什么时候问？最后一次礼拜天，有拖行李箱是不是？跟就是死者就是弟弟的互动比较多，因为他的一些状况其实不是说很好。所以之前也有给他一些这个关怀或是慰问，所以彼此是有认识的，有互动的。那哥哥的部分就比较不是那么熟悉，他主要跟我讲的话都是经济层面啦，就是说他有一些困难哦，所以包括请我帮忙他做一些，可能就是说一些急需帮忙的一些证明，因为他可能要跟一些就是说慈善单位希望有一些帮忙。捐助这样子，那家中的状况，他就是没有听他讲过，包括跟哥哥的互动，那主要是经济这一块有跟我讲这样子，包括像是去年端午节啊、过年，然后包括后来他找我开那个就是比较急需帮助的那种证明单子，大概就是集中在去年，反而今年就比较没有来找过我们这样子。上一次他来找我应该是去年左右了，就是请我帮他开那个单子证明的内容，好，那我就帮他开了嘛，好，那他可以跟一些就是单位去做一些好这个请求帮忙，那之后确实就也没来再来找过我这样。对，那你这里来敲门就是送东西的时候有看过大哥吗？还是都是小弟在跟你应门？都是他哥哥，不对，都是他就是死者本人就弟弟开门啦，所以对他印象就比较深刻。那哥哥讲真的，我就真的没什么特别的印象，这样子也没有太多的互动，他只知道说两个人年纪应该是有一些差的这样子。